家好，这里是机动音乐，我是 Master Dia， 很高兴您收看这期节目。那么今天我来分享一下我使用富士中画幅系统啊 GF32-64 F4 这就是变焦镜头的使用体验。我之前一直在用的呢是45-100，也就是之前的那期在海滩边缘拍的那个节目。然后那期节目呢就是来讲述了45-100，然后我也说那支镜头呢是我使用过所有变焦镜头里边最锐的。那这支32-64呢是富士中画幅的第一支这个变焦镜头。那这支镜头呢它的焦段是从32-64。等效全画幅呢是24-50，然后这支镜头呢，我用下来后，它的一些小问题，我可以先来讲述一下。首先，它第一个小问题呢，就是这支镜头这个变焦非常的松，就我调64不用动，它自己就会往下滑，就特别特别的松，和我45-100那一支紧致的比，真的是差太多了。第二呢，就是它没有防抖，所以呢，这支镜头不能用太低的快门速度，快门速度呢要时刻保持在1/30秒以上，1/30秒以下呢就会有糊的概率，而这一旦糊了呢，就没办法了，照片就废了。然后我会拿这支镜头在现在这个位置，要拍一些这个风光，我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支镜头从 F4 一直到 F32， 对不对？在正确的曝光下，同样的亮度下，然后拍摄这个风景，这个画质有怎样一个提高？我目前呢还不清楚，45-100这支镜头呢，我非常确定它在 F4.6 的时候呢就达到最佳画质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支镜头 F5.6 的时候能不能达到最佳画质，还是说这支镜头要更多，例如说 F8 才能达到最佳画质。好的，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测试吧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在使用这个 GFX 系统里边的这个32-64这支镜头来进行拍摄。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画面呢稍微调整一下，可以看到这是镜头，然后我们要拍的呢是这个芦苇，然后我们来拍摄一下看看。对，我们现在用这个32毫秒，这样就是64，这样是32。那为了统一，我们把相机这个 ISO 呢设置到100，然后 F4 这个现在世界是32-64这支镜头最大光圈，然后我们来拍摄一张看一下效果。现在呢就是用这个 F4 拍摄的，然后我们呢来调一下光圈，我们让光圈呢缩小到F5.6，好，我们再拍一张，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光圈呢再缩小一点点，我们缩到 F8。对焦速度呢其实是非常快的。好，我们再搜光圈收到 F11， 我们再拍一下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搜光圈收到 F16。好，再收到 F22。好，最后呢我们收到最小光圈 F32。好的，那么这就是32-64这支32毫米拍摄的。然后我会把这支镜头和F3.5这支镜头的50焦段呢，这分别的不同的在 F4、F5.6、F8 这几个不同的光圈下，然后进行一下横向对比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那么这两支镜头的一个差距如何？就是，对不对？这个 GF50 号称这个 GF 镜头里，最不中画幅的这一个镜头，对，画质也是可能是这里最低的一个镜头，和这个标准标头这个32-64，到底又有怎样的一个区别？确定呢，就是说我用我两支镜头，一支呢是32-64，另一支呢是这个50 3.5。那这两支镜头呢，我分别对焦了画面最中央的前边有一个小房子，就是沙滩中有一个小房子啊，可以看出来刚才的效果呢，在 F22之前画质都非常的好，但是22和32的时候，它的画质呢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。所以呢，如果使用这个中画幅这个镜头，请不要使用它的 F16 以下的这个光圈，包括22、32这些都不要使用，不然的话你的画质会非常非常的糟糕，甚至拍出来的有种手机拍出来的感觉。然后我对比了一下这个锐度，我觉得这个50 3.5还可以的啊，跟这个32-64几乎没有本质上的太大的一个差距，我觉得是可接受范围内的一点点微小差距。你可能我放到屏幕上，你都未必能看得出来它这个差距有多么的、多么的小，就非常的不可思议。那好的，那这个测试视频呢就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进入了尾声，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，这里是机动音乐，我是 Master Dia， 我所在位置呢是天。
香港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